窍，这集的主题又是买东西，就是很爱在世界各地网站乱买，有些是等了超过两个月的，然后终于让我等到，又要换衣服了，太开心了，有没有？我都觉得好美哦，会有一种好像荷尔蒙释放，自己就越来越美了的那种感觉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配件好了，来看看我的配件，我的包包也是包包终于来了，腰包就是我这一两年的本命，然后这个还蛮美的，这个就是这两年洛杉矶很红的那个品牌。但是因为这个颜色再也找不到了，然后淘宝买东西的时候刚好逛到这个，然后就觉得太兴奋，赶快买下来。这样，我这个也是淘宝的，等一下打起来就知道。9090的，然后这个就是也可以换背带，有点像仿那个 Chanel 还是 Louis Vuitton。现在感觉就是有很多种背带啊，而且它是有点半立体，还蛮美的，又圆又大的草编包，直接侧背在身上。夏天多少都会买一些太阳眼镜。超大的浮夸，透明鞋就好搭啊！你看我连布鞋都买运动鞋，我觉得它穿起来真的还蛮帅的，就搭一些袜子的时候。现在感觉就是要中底了吗？才帅，而且很厚，偷偷增高的那种感觉。这种鞋子是趋势，已经买到没有罪恶感，就是开心，自我治愈逆龄法。哦，就是这样子哈。我先来讲这个网站呢，价位其实都不便宜，都是在$100-200到$300-400，也没有说贵到大品牌那样子。但是衣服的那个品质啊、版型啊，让你看起来就是不一样。这个网站我就真的很推荐，它时不时都会有一些折扣，比如说3天4天的8折折扣，就会忍不住想要赶快去看，就平常先收集起来。然后这次这一家的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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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青花瓷衣。我觉得这个青花瓷衣超美的，我在 Instagram 其实就是有些小分享过，然后结果就是超多人在问我这件，穿起来会让你身形看起来更好的一件。有一个品牌它就出了这样子布料的衣服，很多就是有学它这样子的布料做出来的版型，真的我觉得就是都不怎样。终于找到就是我觉得版型整体啊，跟它那个布料颜色的感觉，我觉得是真的很美的，所以就赶快买。我很喜欢它这个有大大的五金设计在里面，有四大格，袖子就有两大格，就觉得这配的超好看的。裙摆这样子两片的设计也很美，它并不是那种会让你小腹很明显的那种皱褶，它就是很自然垂坠的那种感觉。这件很轻薄，夏天里面真的还蛮适合穿的。这双鞋也是同一家活动鞋，因为我身高170，然后这件我穿起来其实会比较短，就出去我会搭一个内搭裤，它是裤子。我老公看到这条的时候还问我说是什么鬼东西啊，男生不懂，女生旁头多得很嘞。还蛮多韩货包，其实都还算是蛮好搭、蛮实用的啦。好了，这件超美的，穿起来超美的，我也等非常久，应该有2个月。这件就是必须要用预定的，这件真的不便宜，这件要$400+，应该它就是因为颜色不同，又渐层染色，然后又去拼布的关系，这是舒服啦，整体质感也不错，长的又是彩虹的颜色，彩色系的流苏，所以它价格就是会比较高。它有两层，还有内搭的关系，所以。只要不穿深色内裤，就基本上不会透。当罩衫就是穿个泳衣，然后再搭这个，也超好看的。夕阳下我那一定超美，在海边有没有？超美的。什么叫美炸？就是这样。啊，自己被自己美晕。这袖子你要放下来或这样把它弄起来都可以。它是前短后长，不停的转圈。对，以美哭。老公这件是不是很美？有没有？你有觉得这件超美？下次不就穿过了吗？我看你。啊，对啊，那你觉得美不美啊？当然美。你怎么好像不是很屑？我在洗女儿。哦，在洗女儿啊。哦，女儿比较重要哦。好啊，没关系啊。很难买得到的，我跟你讲，姐。但是我买到了，怎么样？不要想问我说这件什么时候要二手拍，我跟你讲不会这么快，赶快自己去买。竹编，它搭上有字母的这个背带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这件彩虹衣我觉得就是没有这么挑身型，因为它就是长的，然后并不是很合身，它是稍微有一点腰身。我有发现。它版型很好，穿起来也很美，然后它的整体感真的就是也是很惊艳，但是它不好搭包包，就很像要去海边海岛国家会很应景很适合，但是这样走在街上好像又有点小姐你要去哪，你是准备要干嘛，当时也有想说要搭这个，就是那颜色色系还蛮搭的嘛，但是就是感觉就是太主题性了，就这样子走在路上似乎比较合理一点的感觉。在这里当然就是也非常开心跟恭喜同性可以结婚，而且同性可以登记结婚那天是我跟我老公11年前订婚的日子，就是在一起9年，然后结婚11年这样子。个人真的很爱这件，想要把这件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这距离太短了，这距离有点短，这距离有点短，就不断的想要迈大步。那边是不是有喜欢的东西？哦，这个好像也不错。哎，我在这里啊！过马路的时候就是要假装要来不及的，我刚赶时间，然后就跑起来，那裙摆就会非常的美，有没有？起码先往后摆下，然后再往前喷。对，然后就这样，有没有？赶快跑！最后五秒再往前冲，然后大家就会一直看着我的裙摆，好开心啊！眼前有道彩虹飞过去，这边拿住啊！我来串一下我的这个对瑜伽裤，这网站也很多运动系列的衣物可以去看，然后很多真的都非常好看，它的质感你穿了就会上瘾，所以我就真的是大爱这网站。我跟你讲，去海岛国家就都是要带这件，让大家一直问我，一直问我，我很乐意的一直回答你，但是你不一定买单。好，这件裤子很美吧？就有一种仙腰感，有没有？时候就是要穿那个无痕的，身高170，弹性够，所以可以让我踩脚，也是可以把它拉上来。所以如果说你要找运动类，然后要找好看又有点特色的话，可以去找，个人很满意。上面就不用问我，上面买不到的。这上面这个网站我也很推荐 ，Free People， 他们运动类的衣物风格比较不同，但我觉得也不错，也是可以去逛逛。搭黑色、灰色，或者是就是它下面的颜色去搭。老公，我们今天运动裤怎么样？不错。你没有看我，还蛮紧的。你没有看我，还蛮紧。我刚出来就看到了，也是紧。之前天气真的变化很不稳定，幸好我买了这件，就是很随性的。在这个网站上，一般的上衣真的也都是非常的舒服。它的图腾就是比较特别，现在穿太热了，但是秋天的时候也是可以拿出来穿，把它塞起来搭也都是非常好看。一个是它上面整个是古董，但是鞋底都是这种厚底。6公分有哦，无意识的让你增高，这鞋就是今年必备。那其实它也不会到很笨重哎，比我想的还轻一点，好像运动起来非常的方便。啊，这边有才吗？好，就是一直在心花怒放当中。这件就要换个内衣了。留言那边讲一些什么543有的没的，不知道心里都在想什么，心里就都是那些淫秽的事情。内衣怎么穿会影响到外面整体穿着的感觉，所以呢，我都会展现我的内衣怎么穿，因为一直以来都有非常非常多女生不断私讯问我说，哎，那你穿这件衣服内衣怎么穿？哎，你穿这件下半身的时候是穿怎样子的内裤搭起来才会好看？这种事情就是大方分享也没有什么啊。这样子你想要穿这件衣服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内衣大概是穿怎么样子的，而不是说很高难度的，觉得说是不是里面一定要穿 new bra 或是很闷的东西在里面，整体才会好看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展现我里面怎么穿的原因。我觉得这一件它那个扣起来，它背的那个设计还蛮美的。我觉得那些爱讲一些有的没的，也会得到报应。哼，祝你经济人亡。好，这件呢，当时我会买是因为我肩膀很小，有的时候会觉得，哎，我是不是头看起来比较大，还是怎么样子？所以我就买了这件。它的小垫肩，我觉得真的超可爱的，一个小翅膀在那边的那种感觉。今年就一定是要有大袖的感觉啊，这也是一个今年的形态趋势感。它真的挺的很可爱，这样子飞出去的那种感觉。下半身其实你无论是搭浅色，或者是像这样格子，或者是黑色来去搭整体，也都会非常好看。今天基本上也算是一个开箱跟意见，半开箱半炫耀跟意见。如果是跟时尚相关或是设计相关的，我觉得这样也还蛮有气势的，公关很适合，看起来很可靠。交给你的垫肩了，交给垫肩。一直很疯狂腰包状态，这个腰包它能装的东西就比较多，我就觉得还蛮满意的，蛮好搭的，就是焦糖色系，对吗？气势，我喜欢就是有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垂在那边的感觉。好像可以放下一个厂家，现在就是要有一个手机，一个自拍机啊，对不对？钥匙、口红、小东西什么的。嗯，这个腰包还不错，这边就是真的比较宽大一点，然后再收下来这样。材质是网纱里面蛮舒服的一件，搭那种黑长裤、大宽裤，有气势的不得了啊！迷幻系列，这两件好像是就你下定之后他才会去制作的，也是等很久，就是将近2个月，比较费时费工的那种感觉。好了，我来穿这个星星系列，当成外搭用。很美，这件有非常多颜色，本来冲动很想要4个颜色都买，粉肤色类的都会有那种比较高质感的感觉。要穿个比较合身紧身，或者是像这样比较休闲，穿着就是会一直被注目。
没有想象的这么不好搭，或者是过于仙而不能穿出门之类的，就是随性搭个 T 恤什么，感觉也是很好，美哭的境界。它星星的感觉真的很美，我觉得应该也是手工烫上去。它唯一的缺点，它是会一直掉这个亮片，你一边甩甩甩，可能就会看到一点点掉下来。不能接受它会掉的话，就不要买，已经完全忽略了它会掉这件事情，是不是？哦，好美哦，这件。老公有很美吗？你喜欢我这样穿吗？喜欢。我来换一下我的背带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我以为它是很长的那种，哎，有点可惜。还好我有买另外一个颜色，可以充当一下。有没有？好，再躺。机关枪那个。要是我可以背侧背这样子，多可爱啊！有没有？是不是很可爱？可爱。只能侧背，然后不要这么大的包包吧。哦哟。淘宝要退又很麻烦，这个就是一个海岛国家包啊，终于可以装东西包，但是有可能会露出来包，这个真的很可爱，这包就是可以这样，很特别。我先来穿这件彩虹衣，我是彩虹小妈妈，看你笑成这样子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那你要穿跟妈妈一样吗？要哦，自己刚穿上，然后被自己惊艳到，好想穿这去游行哦，怎么办？而且它好可爱哦，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的位置，太高就是会这样，它里面是有这样子，所以裙子还蛮蓬的感觉，真的是染得很美耶。老公，我穿这件美吗？有点夸张，可以参加那个 party 吧，直接被打枪 party。因为这个色系它不是像这种彩度这么的鲜明，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会比较好搭一点的。好像这样还是怎么可以耶？好，这样好，有吗？不同感觉的，嗯，很有活力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如果办一个彩虹马拉松，然后再戴上一个什么彩虹感的，小姐你在想什么？真的很适合主题派对，派对即视感超强，绝对永夺第一名，最有势第一名。好，这家有很多一些透肤亮亮的东西在上面点缀，好像是那些很厉害的裤袜最先红起来。它很多衣服选择性还蛮大的，会有点那种选择障碍的感觉。这个品牌确实也真的是非常厉害，之前有好几个颜色，忍不住就选了肤色，它好像附在你皮肤上面亮亮的那种感觉，我就觉得超美的，会有那种很修腰的那种感觉，就类似马甲。它的裙摆超美的，一样就是除了它会掉亮片之外，真的是没有什么好挑剔。它的袖子真的很美，今年就是要有袖子都要很大这样子啊，袖子大不代表会让你变得比较快，穿对版型穿对衣服就对了。这个美吗，香香？美，超美的。OK， 背有字母的好像还蛮搭的，因为这件它并不会帮你拖起来，你就必须要穿，你有办法把胸部自己拖起来。终于换这件仙女衣了，花仙子、花精灵的那种感觉，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澎湃，好像是一朵一朵缝上去的那种感觉。它里面是有缝那个稍微有点蓬蓬设计的版型在里面。下半身不是新的，只是想说应该可以搭这件，或者是粉色系的下半身也都可以，还蛮可爱的。出去的话就一定就是知道，人家会一直看着我的衣服，有没有？会想摸它一下，很多花在身上，有没有？它真的超蓬的耶，拿树花也不错。其实都可以，就是可能要看你的鞋子配件搭什么东西。好喽，海岛国家见喽。我这边一定要互动一下。我来插播一个淘宝买的，是地毯，平常用，然后又可以拍照，感觉就还蛮不赖。如何？好大、哦！小孩在地上玩东西，这样子就不会那种很多噼噼啪啪的声音啦。它后面整个是那个直滑，很便宜，很划算。接下来这家又是我常买的 Dalskill 就是很多潮物，它不是钻，它是铆钉感，感觉就是内搭用裤子和上衣，这个长度比较合身的裤子我就买了好几件，这我上次那个 T 恤的时候有搭到。这个我其实穿出去非常多次，我上次直接就是这样搭的，有点类似瑜伽裤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它的纹路感做的还蛮不错的，只可惜就是我觉得它的标签很刺，就是要把它拿掉。这件刺青裤
人家看到还以为就是我真的刺青，就是远看的时候，然后近看的时候就说哇，这也太特别了，超推可以买的，这件超舒服，可以搭在短裤里面的内搭刺青裤，它露出刺青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还蛮美的。再来这三件穿搭的配件用感觉，很鲜明很有特色的一件上衣，豹纹透纱材质，荧光粉红那种感觉。这件衣服看起来怎样？很好看啊。我觉得也很好看。露营露线，还有线路风。露营线路，好烦哦！我放下下一件。那总之前面彩虹装太有气势了嘛，这件就变得不知道要讲什么好。再来这件，可能要娇小女生穿会比较好。我穿这件有点抵着，不是很舒服。我其实就是打算要外面搭西装外套，但是我还没有找到很满意的，我先直接穿在这个里面。它长得很像泳装，这件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上衣不会乱跑。上厕所的话就只是脱掉，一般人可能会觉得麻烦，但像这样子就是帅帅的，可以就是不会那边这样子跑来跑去，跑很多出来，搭个就是帅气的西装外套，我是觉得很好看。也可以搭另外一种，就是比如说你全身都肤色金卡带风，就大概是这种感觉。对，这也是它的风格。这上面它也就是会单穿，然后下面就直接搭个肤色超紧身裤，就让身形看起来超明显的那种，但是其实还蛮好看的，尤其它字母的那种感觉。我来搭一下我果冻鞋，先搭白色的，就是一个休闲日金卡带过，全然不同的感觉，跟刚刚的彩虹衣比起来，这有点可爱的感觉。最后一件豹纹金卡带衣，好，这是什么风格啊？做事做到一半就人家来，就大家都会这样子，穿个运动鞋，然后搭这种，这也是一个流行趋势之类的吧。豹纹连身，其实它也还蛮有特色的。所以我们记得，然后下一个就搭个宽松的 T 恤，金卡带运动风。拍照姿势的时候，这集的风格变化很大，表情越来越崩坏。总之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啊。百变购物班开箱跟一件，今天够百变吧。好咯，那今天就这样子咯，拜咯。